塞在这边，而且它隐形到不行，感觉好像没口袋。再来，它有微微的刷毛，比毛衣都还要薄，这是捏起来的厚度哦。所以呢，看起来穿起来是非常非常纤细的，对不对？整个后面呢，它是可以整个盖住屁股，前面呢，它还帮你做了一个小圆弧，所以呢，其实你轻轻松松这样搭配，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利落了。这边都是做 oversize， 所以 S M L 菜了都可以轻松的驾驭。那英文字啊，它是走有没有看到淡粉色、跟奶茶色、跟咖啡色？我跟你说，这个食品色比直播来的更好看，它是有点莫兰迪蓝绿色的感觉，它有点奶茶又有点卡其，可是呢加了灰色，所以等一下呢我穿起来也会特别的显白哦。这样子的感觉是比较秋冬，然后比较就是质感一点的颜色，然后喜欢韩风女孩应该也会喜欢这个颜色哦。好，来一样哦，搭配上很可爱的咖啡粉红色跟奶茶色白色字的印字哦，它就是一个比较小辣妹的感觉，小辣妹的感觉，身材比例也非常好，你不用担心走光，反正里面就是有裤子，让人家感觉有点若隐若现的感觉。我相信有很多女生会喜欢这样的穿搭，完全就是盖住任何的肉，所有的肉都看不到，但是呢，身材比例、身形一样是非常的漂亮哦。